これが内浜だら。いや、やらんな。あ、おじさん、おじさん、おじさん。老板把发给女朋友的语音发到了公司群里。宝贝，我刚醒呢，想你么么哒。然后大家就讨论了起来。没想到老板私底下是这样的人。查一下啊，一个个扎堆干嘛啊？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嘛？これが内浜だら。宝贝，我刚醒呢，想你么么哒。宝贝，我刚醒呢，想你么么哒。巴金多嘞，巴金巴金多嘞。哎，今天也太累了吧。奖励自己喝杯奶茶吧。28，也太贵了吧？啊，6块。大王这个也太菜了吧？一杯奶茶都了不起。啊，怎么了？你有什么想买的吗？我帮你清空购物车。不是，我是说暴富，走上人生巅峰那种。哎呀，你少看点那些，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啊。不，凭什么别人可以，我就不行了？我王君君，你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女富婆。哦，好。哎，你不要笑，不要嘲笑别人的路上。行，王富婆，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。你往紫金龙上银行存定息10000万，存一年，利息就有232500；1亿存一年，利息就有2350000。那。但是我一个亿从哪儿来的？傻瓜，没有一个亿，先存了20万，够你喝奶茶。嘿嘿。赶紧给张月打电话。哦，阿姨，怎么气死我了？等一下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那阿姨。我是你妈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今天拉的是石头吗？快把那厕所堵的，赶紧给我回来！好，真的是。马上回来。君君，阿姨，那个阿姨，其实我，哎呀，君君啊，我觉得你应该把备注改一下。No God, please no, no。此时已，因为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。